换康豆的洗衣机和水阀。这个 case 呢是在 downtown 的一个 condo， 这儿呢有一个洗衣机，现在呢想把洗衣机换掉，但是呢这个换掉之前呢把这个水 shut off 给关掉，现在发现现在关不掉，工作现在这是 off 状态，还是进水，已经试过了，所以呢科恩想把这个呢给换成管用的，所以呢现在把这块呢给做一做，这个材料呢都已经配好了。就这样 ，OK。这个呢就是卸下来的 shut off， 然后呢两个胶皮这边 OK， 这边呢已经坏掉了，老化了，所以这边已经不管用了。看这儿，都裂了 ，crack 了，就这样 ，OK。这个呢，新的 shut off 呢就装好了，然后一会儿呢把洗衣机再给换一下，就这样 ，OK。现在这个新的洗衣机呢试运行。上面是烘干的，下面洗衣的，一起运行，试机，就这样 ，OK。现在一切 OK， 没什么问题，很沉，这也得需要两个人来做这个事情，就这样 ，OK。